不哭了啊！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再说一遍！就是，我想辞去民政局的工作，不想在那儿干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想把民政局那工作给辞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再说一遍。老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再说一遍。我最爱你。还要听？老婆，你怎么那么美呢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